想我的吗？我也想你。别闹了。哇，不错嘛。哎，房子挺好的呀。豪宅呀。严景志在失忆之前，也算是干了一件正经事儿啊。房子不错。不打一声招呼你就过来干嘛？ 咱们俩是那种要打招呼的关系吗？不是我都跟你说了，严景志就住在隔壁，被他发现我不就完了吗？行了行了，不是没发现吗？我给你庆个功，好像偷情一样。庆什么功？庆祝你以一己之力摆平了恒记的项目，不愧是我选中的人，厉害。我这事儿不是还没报公司呢？你怎么知道？下班的时候碰见黄主任了，他那张嘴。 怪不得呢！我给你准备了酒，还有吃的，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哼哼哼，想得美！我可以不归，你还是要归的。无所谓。哎呦！